那个7月16号哈、哦，那个海盗上面的游水啊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来的都是男生，女生很少，那是因为客运的丑女的造成的。我现在奇怪，我是来宾哎，主办人是黄国山跟馆长，然后去了也有侯友宜，也有郭台铭，还有我，还有时代力量。哎，我们只是一个来宾。那天来的人嘛，是为了分泽来的吗？不是嘛？哎呦，给这个是因为分泽丑女来造成的。我现在想着看好意思。台湾民众党的、啊，哎，我这次选举的总干事是黄珊珊，女的。你看看我们家陈佩琪，懂吗？懂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我配合尊敬。从那个戴香林啊，哦，那个高鸿安啊，哦，这次来就是蔡英文，那个学姐啊，哦，林正英，我当时讲，他民众党说女生比男生厉害。今天站在这里啊，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啊，包括这个台北市汽车商业同业工会的庄国海理事长，还有我们台北市汽车材料同业工会的。这个詹木斌理事长跟尤锡雄前理事长，那还有一个哈、哦，邱登山这个算是老朋友了、哦。我看到他在昨天在讲说，哎，2018跟2020那一台前后竞选总部，你大家要比你要没看掉。那今天当然谢谢大家今天来这里哦，表达支持的哦。那我们是这样的、啊、我们台湾民众党是一个理性务实科学的一个政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太像其他的政党很强调这种意识形态，那自在反映在我们的支持群众都是一些比较高教育的族群、啊、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这种理性的讨论的态度、啊、可以从台北一直扩散到全台湾去，你知道吗？那有人在问说，我们要选总统总是要有一个理由嘛，对不对？其实2024年还是台湾很重要的一年啊。在过去你知道吗，我们台湾选总统啊，引用那个计程车司机讲的话，一共他想对总统梦有点想点一下，但是我倒是觉得啊，这一次你知道吗，我相信在2024年台湾人民的投票来选总统的时候，没有绝对会比过去会想很久。以前在想啊，我倒下的，我感觉在变一下。你想看哦，我们2024年是它的一个命运的一个转捩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希望台湾是一个美丽之岛不谋杀，而不是像外援所讲的哈，兵凶战危之地。其实我因为最近有去过美国，又去日本哦，那这段时间哦，也接到很多这种美国或日本的智库来，我都觉得他们很焦虑。他们还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台湾人怎么这么镇定？真的你们都认为不会有战争吗？”我才发现，我那台湾人真的是把照把我照片往回去丢掉。但是这样啊，美中对抗的局势是已经形成，所以每次说我们是美中哦沟通的桥梁，而不是美中对抗的棋子。那我也希望我们台湾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国家，而不是一个分裂仇恨的国家。那最重要要达到上面这三个目的，就是说我们希望台湾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国家，我们需要台湾是美中沟通的桥梁，我们需要台湾是一个民主大国的模范。如果要做到这个目标的话，那这个政府一定是要先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政党，而不是那个每天哦喊口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自己同胞内部制造仇恨，然后大打地政策，哦哎。简直就是在有主说，我想那个是不对的。那因为常常有人问我说：“哎、欸啊，你要选总统啊，你要讲一些比什么国家的愿景啊，哦，让大家羡慕一下，这样。我实际上我当过台北市长8年，我跟大家讲哦，其实政治的原则非常简单，总共只有3条：对的事情做，不对的不要做，就不做。就这3条，我要跟大家讲哦。”一天早上7:30准时上班，一次叫作秀。那、啊、如果连续8年，这就不是作秀。那事实上我也知道很多这种，不管是其他两党常来批评，他说：“啊，你那个还债还570亿哦，都是什么做账啊？”我跟大家讲哦，如果做账可以还钱的话，我很希望国民党跟民进党很努力的做账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还钱。
说一件事情来哦，我们还是希望所有人不要讲说台湾这样的，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可以。什么叫做正常的国家？第一条，政府讲话是可信的；第二条，司法是公平的；第三条，法律是要遵守的；第四条，公务员是服务老百姓；第五条，监狱是关有罪的人。我们讲第一条啊，政府是可信的，这在今天谈政治上最大问题。政府在讲说话，大家都怀疑的态度了，被双怪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政府真的很不可信的。他规个在那讲好笑，所以像我会失言，你知道吗？我讲错话干什么？但是我会很，如果我们怎样，我们会出来解释说啊，我以前是这样，到现在改成这样哦。我们总是会说明嘛啊。哎，不会讲啊，民进党都不用，他从来不用说明，每天先磨练再讲。所以第一条是政府是可信的，人家哦，司法是公平的。我就问在座各位嘛，你觉得司法是公平的吗？大概现在有所谓，对，司法是国家最后一道防线，它不可以变成政治工具的，这是很重要。再来嘛，法律是要遵守的。我在美国住过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嘛，如果第一个牌子，此处不可以倒垃圾，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可以倒垃圾。我们在台湾哦，第一个牌子，此处不可以倒垃圾，它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被抓到就好。华丽没有尊严嘛？他说有关系的没关系，没关系的才有关系。他说法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。外国吼，我们华丽是很没有尊严的啊。所以这华丽是，也华丽是，所以只要讲情理法，我们台湾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。为什么？因为华要合情合理，更重要，华要合法，华要变成人民唯遵循的标准嘛。华所谓跟情理站在一个对抗的位置，所以表示我们在华不合情不合理。我常觉得这样的啊。会知道有时候法不好遵守，那如果这样法就要修改，要修到大家可以遵守。他会讲哦，不要为了临时事件哦去搞一大堆奇怪的东西。其实哦，最近那个立委撞过那选罢啊，管天小管。坦白讲哦，我都觉得奇怪的。如果纯粹法律的观点来看，是这样，法不溯既往。他会讲哦，法不要搞一些很奇怪的特别法。那既然有赤裸空权，就赤裸空权判，对。那就算不要为了表示自己欠高哦，那然后就把华丽哦完全华丽的基本原则完全放弃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在政治上就是什么正常就好。哦，那发布的也没有规则不要，那卖不要为了好像表示自己很欠高的，那弄出来这个不妥还没出来。再有、哦、公务员是服务老百姓。我每次讲哦，公务员不是管理领导制度，不是公务员是服务老百姓，因为老百姓缴一笔钱给政府，是希望政府来服务他。你不会缴一笔钱给人家，那叫人家来管理啊？这不是嘛？你希望他来服务你的嘛？对不对？这样子呢，哦，建立是关有罪的人，啊，这是外一件叫出干，叫出事的。现在关在监狱哦，都是没有办法的，有办法都不会去坐牢。所以哦，公务员话多讲老半天，你知道哦。还是回来，我们希望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，哦，政府是可信的，司法是公平的，这个法律是要遵守的，公务员是辅导在线的，建立是关有罪的，这样就好了。他是公安，公安对这个都不，我要很诚恳对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对现在届的总统哦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？外国哦，清廉勤政，哦，啊，不要每天鬼扯说谎话。我就很诚恳的问大家，2025台湾真的可能会回家里吗？做不到就是做不到，你要出来讲说啊，我就做不到，那我怎么改？啊，不是吗？反正公开我闭上眼，到底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台，我们需要我们的总统啊，现在这个总统他是一个哦，诚实不要贪污，啊，认真工作，哎，得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相信台湾的人。台湾人民只要正常运作，我每次说我们只要正常运作，我们台湾就是新加坡。做一个台湾人，那你有比新加坡人笨吗？不可能嘛！那你有比新加坡人懒惰吗？也不可能嘛！为什么我们那个台北都是给新加坡？一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？对吧？所以希望台湾这个正常的国家就好。那所以哈，现在在这里哈，我还是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。我在台大当医生也当了30年，医生就是救。常常你在，我常常在媒体啊，每天是这样。其实柯哲也没有什么可答的。
哦，那别怕哦，过去八年可以有大，人家说哦，那不是用放大镜在检查科，是用电子显微镜。啊，反正哦，这八年可以打打过，你像我每天都做那个什么，就是哦，我也觉得我们很伤心的一件事，就是说台湾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一个政党的主张？那现在，所以掌握媒体，他每天在做假新闻。像我最近哦，有一个案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前几天看到说，那个7月16号哦，那个海盗上面的游行啊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来的都是男生，女生人嘛，那是因为柯文哲丑女的造成的。我现在很奇怪，我是来宾呢，主办人是黄国山跟馆长，然后去了也有侯友宜，也有郭台铭，还有我，还有时代力量。我们只是一个来宾。那天来的人嘛，是为了分泽来的吗？不是嘛，他是为了亚国外切来。哎呦，这个是因为柯文哲丑女来造成的。我现在想说干什么意思？然后后来哦，然后就快了，先换一个消息，然后每天开始做播音节目了哦。一直做，然后拿他几年前讲的话，我说你们只能找10年前讲的话来批准，你们找现在讲的话来批准，他就讲了哦，台湾民众党的，我这次选举的总干事是黄珊珊，女的，你看看我们家陈佩琴多么，多么，好的，多么配有尊敬，那有点笑话了，他说我们家哦。大事我决定，小事不然。大事我决定，小事他决定。问题是我们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大事。对对，你看到民众男人哦，那个看起来很有名的，从那个戴香莲啊，哦，那个高鸿安啊，哦，最出来就是蔡英文哦，到现在的管会，哦，阿哥姐哦，那个学姐的哦，林正英，我老实讲，他民众男都女生比男生厉害。我老是讲总平均战力，我都把我比大部分有没有？人家他明年柯文哲旁边的人，他有柯文哲的这个党，都是女生看起来就比男生战力还强，他怎么说我错了？我以为这些，所以他爱这哈，问题是这样，积灰成石，你看，他就说，意思就是说，那老是讲一个人说，那你说你说看起来。哦，不是，哦，洗得很干净。那你每天跟人家泼油漆，他怎么洗干净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。我坦白讲，我对目前这个台湾政坛啊，那种选举方式，我觉得很不喜欢。都是负面选举，其实到现在为止，你知道，我们的选举都没有在讲政见的，只有每天在讲人家坏话。有什么政见讨论吗？没有嘛。我刚才讲哪台的？啊，郭老师跟大家讲哦，政治真正的核心是直选。公布挖破的国好厉害，我也在这里很骄傲的讲啊。他定了其他县市政府有本事一下，拿一个市长来改变看看，挂一挂头，市长大市长改建哦。啊，不然哦，拿一个县市不服气哦，比照台北市，那中校桥一样，六天拆一个给我看看，挂就拆掉。所以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的，而且怎样，每天认真工作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那时候有穿上，然后那天最近那个色彩的事情，你知道？什么？我那天看到陈建仁出来讲过，老实讲哦，我也没有挑战到他，我只挑战到那个花建群。你不要给我讲老半天，只问两个题目：中央的社会负担，开工几度，完工几度，其他都不要去。你不要老是说什么规划中。外国哦，你买反攻大陆买你废话多，啊，某某宅你要空气宅你买是怎样？不，你社会住宅一家半公顷哦，20万户啊，什么废话多，我都不要听。如果两个题目这样，很就很诚实的这种回答，开工几度，完工几度，以太坊买听。啊，这更好笑，他，啊，那盖没有几户的，就盖在里面，那个盖最多的，奇怪，怎么回事？所以还是这样的哦，我也觉得台湾的政治哦，不需要再去打高空讲一大堆，不用哦，任车牵连行政哦，啊不贪污哦，啊比较愿意听大家的意见哦，啊有错就把它修一修改一改，啊随时都是有进步。哎，如果当就好了，我当过台大医生30年，我觉得我们以前在做 ECMO 做什么，都世界顶尖的。
我们也没有说伟大的国贸团队啊，都没有，都是很深的很认真工作，那个就好了。啊，我也希望说把这种认真的文化推广到现在还有继续，不要老是就卖。我们现在政府除了补贴花钱以外，完全不知道干什么。但是我觉得那是不对的。前瞻计划花了8400亿，防疫特别预算8400亿，那你钱到底是花去哪？欢迎讲给我听。请各位把那个拿出纸跟笔，关于我国前瞻计划的伟大建设，你写几个给我看看，看你写得出来吗？新竹棒球场。新竹棒球场。我想到是只有那个，他不是说嘛，8400亿嘛，哦，伟大建设，我不是想你写给我看。啊，这个就是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仔细开一个一下，他说连防疫特别预算8400亿，他说那钱是用去哪？你要是我想，这疫情结束了，当时哦，一开始是没有口罩，你说啊，没有口罩，没有这个他就算了，后来没有疫苗，后来没有那个 PCR， 啊，后来没有快筛，后来没有药，就是他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搞什么鬼？啊，对了，唯一多出来是高端的。这我最近有一次遇到那个馆长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这么信民进党？”你说我打了3级高端。他说大最多 ，BNT 又打3级。他被打到快变成白老鼠。哇，他这个人来了，你有看到政府出来道歉过吗？那这个，说好像觉得这样的，啊，其实这样的，啊，理性务实科学来的，哦，因为为了为了，但卖个公道相，啊，正直诚信，啊，我们还是有时候会做错来干什么？那其实我跟大家讲哦，只要照 SOP 走，不太容易犯错。我当市长前一两年真的没有见面，坦白讲，我最后那4年啊，第二任你的，你看你有没有办法讲，就是说我的政策哪一个地方错？为什么要做 SOP？我要盖工程，一定要局长要做单，要公听会，要说明会，都有盖 SOP， 然后要谁是受害者，谁是受益者，我们都有 SOP 哦，一条一条签。所以我当市长的最后这几年，大概从2017哦，你几乎找不到说我们在行政上面有什么这样的错误，因为照规则这样做嘛。那如果所以呢，只要认真照规则做，他说嘛，他就叫啊，但最重要不要贪污了嘛。那如果所以说，每次讲说在这个地方里面，也不要讲什么伟大的政见啊，说台湾伟大历史。其实我跟大家讲，台湾不要再分裂。台湾现阶段可能统一嘛？不可能嘛？可能独立嘛？也不可能嘛？他不可能统一，也不可能独立。那请问国民党跟民进党，你们每天在干什么？那就不可能嘛？我理工的，那当然他没跟我，我听过有人跟我讲说，他们为了30年后的台湾在奋斗。我说，那你30年后的选票投给国民党跟民进党，你现在的选票先投给台湾民众党。我们是解决现在的问题，那他们要解决以后的问题啊，以后的问题以后解决，因为现在选票就投给台湾民众了。其实台湾在老实讲哦，2024年上任的总统面对的问题太多了。缺水、缺电、缺工、缺地，缺水、缺工、缺地、缺人才，都问题啊。外挂嘛，我进南部在看才知道，缺工真的是大问题。啊，他说我们没有缺电吗？我们没有。我在讲，我要卸任的时候，我那个东区门路计划，我28栋建筑被限电了，我们没有。所以有没有缺水、缺电？我们没有。劳保会要破产的，健保会要一直高涨。政治还有缺蛋，一开始是缺蛋，现在是蛋太多，还拿去丢掉。我现在是搞什么鬼了？所以这样啊，台湾要面临的危机相当多，他们就是认真的一样把它解决掉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我每次演讲最喜欢讲的最后一句话，希望台湾因为有我们可以变得更好。